首先我们准备好玉苗块和玉苗盘，然后准备一个挖耳勺，还有种子，一杯水，然后用杯子往玉苗盘里面倒水，让它膨胀啊，大约两分钟这样就泡好了。泡好了，然后把这个拿出来，玉苗块拿出来，拿出来以后把里边的水倒掉，多余的水倒掉，然后再一个一个放回原来的地方。用挖耳勺拨开有带有圆头的这一头，拨开以后挖上种子放入玉苗块，然后盖上。全部拨好种以后盖上盖子闷养，盖上盖子几天就发芽了。然后此方法也适用于夜插。